答案究竟是 A 还是 B， 绝对和你想的不一样。图片题，哪一个符号代表处女座？ B， 错误。哎，我是处女座。请问哪一个不可以吃？ A， 错误。啊，你给裤要去哪里啊？两位主持人当中，谁入围金钟的次数较多？ B， 小杨哥。错误。